2022年5月5日，那天，那三只狐狸陪伯娃来，那是那一年，那个男伢龙送的，这个内嘛，那伢龙楼下木那呢，阿那边是江西路三井干管大队，这那伢龙嘛，哎呀，当然是楼上的家娃嘞，像我们有啊，卢西家呀，那伢哩撇的，苏里来的，年纪高呢，当然我弟弟是嘛，蓝小西的追着大队，他那边是那边大队，他家不只那边伢哩包围呢。 啊，那等于是江西三镇那里个本身，我们有那皮龙泥家啦，皮巴嘞。我到那也皮带的，那阿龙嘛，喏，也跟着皮筋嘛，叫做，然后嘛是嘞，皮多的呀，那阿龙嘛是嘞，皮多阿龙呢，就叫做带白文的啦，皮巴嘞。你包装西装，起来嘞，皮筋是个，叫做，你妈的皮龙嘛是嘞，你妈皮多皮大阿龙。 那第四代耶，四代耶，你包抄写作，比平时嘛，就那路也安娜个点不稀罗，但是他的安娜还看啥样嘞？啊，是平时看的安娜还批看啥嘞？是，现在比如嘞，第安娜些是那个，就那个啊，阿鲁姆西部，都那样嘞。四代个呢，安娜第一呢，平时个七千，又等比如，比多那个安娜将比娃都表现嘛嘞？ 俺那都是搞搞的了，不露不露，你那嘛的露，对面对面嘞，我知道都是，在哪路不要吧？知道哪里啊？来，家乡看来，那家里来没包，但路道地地也路，大家都没走路的路吧呗？知道爸妈以前的那那个呀，知道走，你路边路的，地图的，比如，然后你们刚刚出来了，知道没嘛呗？知道嘞，地地也家的那路，知道太麻烦了，知道嘞呀？以后嘞，俺那都是搞搞的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拼命的那上家吧，知道。 知道不？你搞了，对面那点了，知道加上我的业务的，俺的雷毛，搞业务毛，那对面的嘛，对的毛，加上那业务的个，咱得晓得的，知道不？不会，不会追，不会弄会，知道不？阿妈干嘛？阿那等于是江西哥，他那三亚问的，阿娘说呢，阿快是帮助我干过三亚店的那批，阿些个路人上阿娘说批的，来那呀，就叫我这里嘛，你听，这里阿娘说呢，快是他的。 有点新鲜的，过年家里包完三大饼你吃了吧？啊，古老，今朝三大饼你也吃的，第一次啊，那，哎，楼下木头讲，今朝古老三大饼你，今朝卤煮的，哎，今天年轻的，哎，今天小老年的，哎，老天嘛，煮好的啊，古老啊，那等于把人楼来点开掉，今朝嘛，真的嘛，生意强的呀，有，既然上山你也来，哎，不讲今朝的三大炒锅，那个楼开下了吧？ 新年暖宝贝，你听啥道理？一边，阿爸爸讲，恁家里嘞，来那呀，就叫这里嘛，你听对个嘞。恁家刚上来，轮苗皮，是啊，那对母小人母苗林真嘞，阿送去带回回买路，送去他家吧嘞。刚上来我看到他嘛，但那嘛，原来，充满些爱心嘞。怎么了？我带你嘛，刚上。 搞弄的，搞弄的，那不得了，真的呀的，那我还在接过你呀吧。不错嘞，我那不，我怕老公嘞，他们跟那那没老爷，他比老婆嘞没家务，不好，哎妈嘞，哎亲妈，哎罗嘞，哎娘嘞，爷娃娃没哎家给我，啊，过去一天呗不。爸爸就是搞老人嘞，搬来我们养老们，搞一个过来，自己也呢，自己不要接。 这里边没收入，不从家里那出来的了。这个不干，这个都骗咱俩没收入了。这个不干了，爸爸平时比较看不着呗。过了几天，三大五的，养土豪没路子出来了呗。皮包外烂，这些人家是俺那等来比，那俺刚上那个潘西来打造，但那俺老伢比都等的时间，那是俺那等十公司个三金三大便利币，俺那边那个三大便利个一整排票款拿着。 对，上路你要细皮皮巴嘞，当然呢，不得了，那俺这个嘞，是这个，俺那送了破嘞，这要问俺所有个俺那边俺内幕皮啊皮啊嘞，是刚上的呢，没打算的个，希望也被收了嘞，再带别路你的皮巴嘞，行。